家里。啊，还没有走。还可以吗？我啊，那也不行啊。哦，还是后面还有，还有个，有人炸弹，炸掉。看来我还是不要出门好了。是不是还有人？草地刚好听到草地有声音。啪！哦，射两个，好爽！哎，我的抗性的话也不能挖东西，对不对？还是可以挖。我只是虚弱吗？你是什么抗性？我是突袭。突袭者。哦，可以挖东西。可以挖，好。抗性就只是抗，就是做抗性而已。好。是挖就环数才不能挖。嗯。接下来分数很近，要准备凋零了。哇。对啊。我又忘记眨眼了。我们输一分。他们会说锁在家就离好了，你只要锁在家就好了，类似这种发言。嗯。难得你穿衣服嘞。家里有人，哦，没有。我不你我掉下去。最终阶段了。可是不往前，我挖不到啊。嗯。对啊，刚那一波太亏了，可我不应该出门的，别惊哦，或是杀掉他们两个人，他们有没有落单的可以打？都在中间，好像没有，没看到，有一个绕到旁边的，又想游泳过来，游泳过来了，那游泳是谁？都来了！哎、欸，哇！家里有人团团，哇塞，团团好硬啊！肚子破洞！哎、欸，掉下去！牛排呀！肚子破洞。家里是不是有人挖东西吗？没有。Okay, 好。好饿，好多吃东西的声音。哇，分数又被他们顶更多了。哇啊，带他去。那个他们到中间了，直接加速冲过去了。又来了，巧克力又来了。又是暴冲。很爱冲。下去！一个侧边来，巧克力还在挖，我一直在补，他挖开我就在补。坏人，有人在挖东西啊、哦！那是自己人。我在挖，我在补木头。他们挖掉，我可以马上补一下。小雨，走开！坏人！差十分，没办法。哦，有人冲过去，！没有要，我血已经没了。哇！翻新碎了！翻新！哦！翻新加油！没了！翻新加油！好！这样够了！现在这分数守住就好了！他们现在准备冲过来！好，这个消失吗？啊！口袋破洞，东西掉下来了！就是不要！他们冲过来了！小雨一个！
哦，那个发光也是团团，哎、欸，三个哦，三个都来了，都来了。好，我十三发都没中。哎呀，撑住就好，撑住就好了。再杀五个。要撑住，撑住，撑住。我没有东西哦，我没有东西哦，可以。旁边，旁边。小雨，巧克力想放 TNT。雪瑞中间哦。再死一个！啊！不！没事，我挡住，我挡住，我挡住，快点！当枪，当枪！把杀掉就好，杀掉就好，把杀掉就好了。我没有稿子，我没有武器。哎呀！谢谢你们！好紧张，好紧张，好紧张哦！我真的听到我的心跳声，好恐怖哦！听到心跳声，这个他没有，他们是米菲手家，所以我很安心的慢慢打破那个书柜什么的。对，啊，我的手好酸啊，我的眼睛好酸，眼睛记得扎，记得扎眼，记得扎眼，去滴眼睛，去滴眼药水。没有，你们最后留米菲在家啦，所以没有你那个卡在那个核心下方太强了。我以为我死定了，我卡住了。对，因为你卡住，其实反而打不出，打不太到。哦，好险，是打得到，可是打不出你，所以你就让你然后即便被打，还可以挖好多。真的。不是，你怎么卡到的啊？我就挖那个啊，你们书柜嘛，书柜挖完之后就整个摔下来了。刚好原来是挖书柜摔下来的部分。对，那刚团团卡在那个下面，刚团团加速直接过来挥我一刀，吓死了！我说干嘛？我一回去看到你在堵那个门，想说赚个一分嘛，看到你赚个一分，是因为旁边的楼梯，然后你蹲，然后就刚好卡在下面，是不是？哦，对啊。哦，因为他刚刚是一格的卡，不是两格的，他一格卡在下面，然后打不出来，没有用，半蹲掉下去那。太可惜了，那一波如果没有被挖的话，就还有机会。嗯，对，真的。而且那个暴冲挖法也太夸张了，很爽，挡不住。没人发觉这个打法，但是真的。我一开始啊，那个盾牌消失是怎么回事？哦，有人转职。拍谁？哎，那个指令没那么好。对，你知道那时候还想是本机。找到什么抽到什么，你知道？因为我打他一下，然后他一回头，忽然间我的盾牌就消失了，所有人的盾牌都消失了。然后我们接着连战，哎，我也没盾，哎，我也没盾。我们是书柜消失，我们是十个书柜消失。书柜消失也太夸张，超可怜，超 QQ 的。然后你还亲到我的稿子，对。我其实原本以为我其实这样，我一直看错。嗯，看错什么？嗯，啊，看错，就是那个正下方。嗯，我一直要直接挖那个核心的正下，一直挖到侧边。哦，没坏掉，没错了，没坏掉。我刚刚有没想说赌看看能不能清到他记得那两个奴啦？没清到，对，他三个奴，我是三个，他三个，对啊，原本要清你那边一个的，没清到。没有，那个是游侠的那个东西。那个，可是你。不是啊，可是你应该有附魔吧？有在另外附吧？没有，他没有，他那个伤害还好，嗯，就只是很烦。你真的是清到大奖啊！嗯，真的，清到一个有稿子的意外大奖，对，真的，刺激。来，好，抽奖，不。那个嗨皮手，嗨皮手前两天已经领过了。他那个立柱是干嘛？立柱，立柱，沙金，你那个不是有一个可以买立柱吗？哎，然后我丢地板上来，它就一格而已。它上面是不是有方块挡住？好像没有哎、欸。然后而且我后来重点是我丢第二个就完全都没有用，即便在空旷的地方。它有效果吗？还是有消失吗？没有，就那个砖头掉到地上，然后就不起作用。啊，那个它的三乘三要是一空气，就是没有任何东西的。哦，很空哎、欸！我走到那个金矿那边，一直 Q 都 Q 不出来。嗯，立
要不要试试看？他那个，他那个，这场这场等下可以试试啊。还是说他把那个啊，把那个什么盔甲架是做一个东西了？一开始我是丢在门口啊，他就长一个，上面可能有障碍。然后后来我是因为一直沿路一直 Q， 走到金矿那边都 Q 都没有用。嗯，等一下等一下你可以买两个，反正很便宜。试试看，我是不小心买到，然后想说，哎，试试看，然后什么东西？拖把机。啊，有请上观众来。好。对。加入绿队。哦，对，好，加绿队。选队伍喽。嗯。会不会强制让大家加入绿队？可以啊，可以。你就点一下那个，有个按键不是吗？要他要是那个什么创造模式，创造哦，有啊有啊，点了、哦，大家都点了。结果他自己比较晚进来，没选到，再点一次就好了。你自己点。看能不能现在马上修指令。修啊！会不会是他那个啊？他放了那个，因为他一开始侦测不完全，导致说后面放的没反应。真的是老了哎、欸，挖矿挖到手在抖。你是太冷，我不打架了，我要挖矿了。哎、欸，可是小雨，你的贵族玩的好猛哦、喔。我一直狂打人、欸，超凶、欸。你超硬的哎、欸。可是我没有那个，可是贵族自己没有效果吧、啊？不是，可是感觉你的血，可是你打龙都不痛。对啊，我只是拿盾一直挡而已。而且哈基还怀疑说你找代打。小雨怎么会用盾呢？小雨会用盾呢？先知道很好会用盾。他有炮盾，还有三 D 云。哈，居然吗？他负责帮你按右键而已嘛。帮我右键一站子。没有啊，我就想说，反正我那个鞋就是被揍两下就会死了，没差了啦。你真的好难揍哦，就一直打，狂打。对啊。哦，计划没？还想说这是什么？原来是这个东西。他突然换东西了、啊。不然原本是什么？他原本是这个。原本是九桃的。哦，原本是石头。哦、对。哎、欸，我那很危险，那是地雷。有啊。他进去哪里？正常。你拿一下这个，你往前移，拿中间那个。对对，那个。来，刚刚谁说叫我进去了？拿篮球的，拿篮球的，拿篮球的。有空。拿篮球。拿篮球。Rose。Rose。等一下，第二条还是给放短看吧。我第二场玩的时候再放看看。嗯。你也知道旁边有个这样子，有一个比较高的。米菲，谢谢你。怎么？还好我没有打破玻璃。嗯、哦，原来长这样哦。我们那时候放置一颗石头、欸，哎。啊？它多出一颗完整的石头。哦，对，我刚好拿到完整的石头。对啊，我们死掉之后会掉的。哦、那个是也是，哎、欸，我不知道是哪里那出问题，我还在找。它其实是你玩家喷出来的东西。哦，然后就变成石头了。我是先召唤一个石头，然后把那东西改掉 ID 这样子。又是你？什么？又是你？那是谁？嗯，哪一个？霞柱啊！哎呦！啊！哦。哦，霞柱吗？哎、欸，对耶，夹。可是我一直觉得他感觉很像画的，有点不知道是眉毛突出的还是怎样，眉毛太浓了。对，浓眉的感觉。哎、欸，是哎、那时候在想，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可是越看越像。他的眼皮跟眉毛粘在一起了吗？对啊，粘在一起就变很粗，你知道吗？画眉毛，有点眼皮一起画。嘿，米菲想玩什么职业都可以。好，你刚刚是不是压抑了你的天性？我知道了，解放他了，好吗？让他玩那个孤狼。什么孤狼？孤狼什么？啊，那其实是叫屁王啊，孤狼是有那个名字。没有，那是叫孤狼。是的，是的。我要选哪一个？哪一个？你想玩都可以，你选不到。那个是隐藏职业，你要花钱。啊，好氪金啊！他记得连结下面有抖内网址。
对，你抖一下了吗？抖一下就可以选了。还是你身体抖？这不是免费游戏吗？没有，免费游戏才有这种系统。对啊，免费游戏啊，氪金系统啊，花钱解锁啊。你们看到有部分游玩免费这个那个吗？提示对对对对，部分付费那个内容。提示是什么啊？就骑马，就骑马。你选的，你想骑吗？你选的时候点它那边有个点点，可是没有马。有啊，有，你等下进去就有了。进去之后才有。你等下进去你就有马了，好不好？对，笑得很爽。还是你喜欢无马？看你哦。哇，他笑得好开心哦。他还超开心耶。干什么？干什么？怎么可以这么开心啊？很开心。巧克力这个，这边这个，那 Q 要去。欸，等一下啊，这边太近那个了，太近了。嗯。干嘛啦？怎么了？干嘛啦？这样子不行。这样子不行，要一定要打掉它，就会出来。哦哦。对，旁边这个九格就是它的三乘三呐。连草都不行。连草都不行哦，那、啊、这很棒哎，因为刚刚就是有草，嗯，对，这个很棒哎，收集了哦，这可以收集很多哦，对，刚你要收集这个也可以，嗯，我想说你在干一些什么奇怪的东西，一根出来，对，但它等于说是只要你头上有东西的话，它会直接停住，哦，对，你就得想要叠多高，这比树叠脚哎，要爬很快、欸。对啊，酷啊，很方便。嗯、了解。嗯，加诺曼。这到底谁做的？这个谁？就只有本机会做啊。没有，这里面也只有一个人会做这个啊，对不对？对啊，这种 level 也只有他、啊。对啊，我们做不了啊，我们做不来。光是指令方块我就不会了，真的叫不出来。对啊，把指令方块拿出来就不会了。小队长，要玩什么职业？这就是。哈？干嘛？很气。很气。很气。小队长补。哇，结界师听起来好帅、哦。对你，你可以玩、啊，你可以玩玩看。你可以玩，忙到爆炸、哦那个很累，那个很累。你会弹钢琴吗？我会啊。你会一个人弹四手连弹吗？你有看过海上钢琴？如果不行的话就没有办法。你会一只手弹四手连弹吗？你会一个手弹四手连弹吗？那个是要干嘛的、啊？弹钢琴、啊、那个就是非常的手忙脚乱。你可以先选那个姐姐，看像是刺客啊，可以隐形，你可以刺人。有啊有啊，我选了。对他很单纯，刺连的屁屁会更痛。哦。只是你要在隐形的状况、哦，我刚刚就一直不知道。小心你们的屁屁。你在跟观众讲吗？觉得有点可怕。嗯，我觉得刺刺的。金砖宝石度，哎、欸，嗯，怎么了？没有啦，如果要吃那个什么，吃蛋糕的时候，哈，那我用爆冲去对面放那个宝石图腾，有用吗？宝石图腾是什么？宝石的结界，只有对自己有用啊？好吧，你想要让对别人对不对？可恶，我想让对面饱。吃饱了，他们就不能吃蛋糕喽。爸爸，吃饱王。范围内。如果那个饥饿要、欸，没事没事。金锭，哦，还有金，你可以跑去怎样？对面丢那个啊？丢什么？嗯，好像也不对，没有宝石药水。对啊，没有啊，没有。巧克力有办法现在改那个吗？里面那个地府党的东西。因为哈基刚刚在你去用的时候修了东西，已经马上修好东西，其实就是那个转职那个就麻烦而已了。哎，转职大家就复仇都不见了。哦，那个只要把里面的某个打开，把那个小老鼠 A 改成小老鼠 S 就好。附近玩家哦，要普通哥哥。你说什么档？等一下，我把零那个。他那个捷径给你，因为不一定可以改到了。气化白，气化盖在。在
好像不太行，没关系啊，我觉得没关系。好，对，就跟他们讲，小心副手消失。好，副手。啊，其他的不等喽，我们要准备喽。大家职业选好了吗？选了。选了。好了，人没选吗？职业。选了。选好李总。等一下，我还没选，我还没选。选好李总。我选。李总下好。哎，剁手是刘霞，最后溜进来成功 ，safe 溜进来，来喽！哇，这个这是五个职业，每个职业各两个，剩下的看一下。粉团繁星结界师，你们两个要四手连弹了，是不是？没有错的，就等你们谱出最美的乐章。团团会三只手折一只手啦，来。我是贵族，我是破译的皇家宝剑。来做事，大家做事，做事做事做事，做起来，做起来！那么快做事，混吃等死啊！啊！罢免他啦！罢免！没有用，嗯，工作牌，嗯，箱子，把对方国王给我拿下来。哇，你怎么有匈奴虎？啊，好痛的呀！你已经打进来了，有骑马。小雨，你小心。我打他马，我打他马。对，我也在打他马。然后他下来，他下来了。喷了23个。我这，哎呦，技能士气高。你给我一个铁。哦，给我一个铁。啊，音乐。舒服。放在箱，都在箱子，都在箱子。我没有电死了，快笑死。哎，TNT已经没了。好，我被拿走了。在我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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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这。哦哦哦。请问，哦，匈奴吗？匈奴吗？匈奴府，匈奴府打不到我。直接做一把铁剑冲过来，太过分了吧？有吗？啊哈，匈奴府。很凶哎。刺客一开始是铁剑。可是，那人家刺客，刺客，暗杀的有没有这个？哦，是这样子用哦。哦，好，会了，会了。画面突然往后拉了一下啊！白痴，这是加速啦！等一下，我放错了。也是加速，也是加速。那你就继续吧。我放箱子，你把它放副手。让你挖快一点，是不是有点衰？好，露米，我们等下轮流给大家提高士气哦。哦，你那边给了，好。没有没有，我那边放错了，你去放我。哦哦，对，所以你使用技能的时候，哦，这样我们就知道你用了。那你要用狗了吗？喂狗哇哇狗哇哇哇狗好狗狗开心了哎呀你才狗狗狗哇这个完美这是妈妈的传承啊这个结界完美你看哇完美速度足够哦长在上面哇啊好漂亮啊附魔台拿走了吗你们拿了吗快抢！附魔台应该拿了吧？快抢！这里有输了本了。来，快抢！快抢！你飞影箱有点变态，你没有内内，哎，有隐形的。你没有内内。你没有穿隐形的吗？没问题。你没有穿衣服啊？黄金，黄金，来打打打！他往铁，他往铁的。你矿工要不要去挖绿宝？影院，影院，小心哦，好像有人哦。好啊。铁先拿，铁先拿，影院。好。看有没有跟笨鸡换一下。继续冲，继续冲。有脚步，有脚步，刚刚。哎，要铁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快点！哎，我们的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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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有人来了吗？有人来吗？在金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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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我走了，铁在我身上，我打死你！哎，我拿他们的书了，54本。哇！繁星，要头掉了！不是，我想掉他。你刚亲我吗？刚刚有来了，繁星。喂，掉他不掉我，你已经掉到我了。你走不了喽，你走不了喽。你干什么？你把他，快走，快走。直接把他带向你，给你啊。马的又来了。给你，给你。然后就把我们书拿走。哦，对对对。太痛了吧！一刀我就死掉了。被他骑马，他骑马，那个力量3哦。杀骑马。杀骑马。杀骑马，杀骑马，杀骑马的，杀杀骑马，杀骑马，杀骑马，杀骑马的那个宝玉类是杀骑马还是杀威马？杀威马，杀威马，杀威马啊，不一样，不一样啊！是吃的？不是，它是活的，都是死的。
把沙威玛都吃光了，你连沙威盒都吞下去了吗？它会在你肚子里面长出来，你会觉得你越来越胖。哎、对不起，我不该笑的，有人要来打我了。你会觉得很不舒服、哦，觉得你越来越胖了，那就是因为沙威玛在增长。沙威玛用沙威龙去肥料。有踩到声音啊！哎呦，来了！你矿洞这里有一个。好。哎，还刺客，还刺客、哦！要死了，要死了，死了，死了，死了！干掉，干掉，干掉！一堆自己人。那箱子里面，箱子把油箱玩像静弹一样。尼玛的！我箱子有一个帽帽，你可以拿。你刚刚是说骑马的吗？咪咪帽帽。对啊，骑马的、啊。哦，好好，我刚刚听错，下次。怎么了？你刚刚那个什么？哎呀，真的。我刚刚听成尼玛。尼玛。很凶，很凶。哇、哦，小雨，你怎么会讲话那么凶？讲的那么的凶。哇，好凶。他们一直打开。哇。凶巴巴，太夸张了。凶巴巴。我要去，我要做个铁、啊，因为你死掉啦，你去买一个铁，一个铁锭就可以买了。几率，我们现在死掉喷装40%哦，你要等到第二阶段那个商人才出现，然后用铁可以去买。哦，对啦，我怎么还速了？哎呦，我掉回来！哎，你要骂他，你要骂他，萤火坏坏怎么咬你？我这速度提升啊！我速度提升，好飘！你怎么会还速？哎呦，那个谁的铁我捡到，没事，不用怕。姐姐站好好玩哦。对啊，不会坏、欸。有裸体来哦。啊，不是还速，是加速效果没了。白痴、啊！这视野突然变近了是吗？有小雨来了。小雨。好、啊。上士气高昂，哇、哦！我死啦！哎、欸，我想把、啊，因为你要保护我。你吗？没关系，我帮你杀了他。先放着。好，我看看啊、哦，哎，有，很好。嘿嘿。位置选的超少。哦。嘿嘿嘿。我又回来啦！我来放铁砖的。可以。哦。我去做这个干嘛？挡你视线，挡你视线！回来啦！来提钉子，等下勾到卢米尔了。哎呀，不要做人啦！卢米怎么那么容易被勾到啊？还太大了哦！米飞在我头上哦！卡住了，卡住了！你在我下面吗？对。你喜欢在上面吗？米飞，你现在怎样？米飞，天哪！米飞，你现在怎样？我没有看到他，我什么？你这样很没礼貌哎、欸！哇哦！哇哦！他说他没看到。QQ 什么东西呗？没有看到他，嗯。哦、oh, ，没有感觉，没感觉，你怎么没感觉？哦，贵族，欸、那个下马了，他下马了，给个下马威。哎呦，游侠哦，游侠哦，你现在我没办法二了，我得用掉了，没有剑子，小雨帮你，好，把他往多游，我们骑马来，骑马来，骑、欸、马。哇用他下马他下马哇揍他揍他哎、欸、不好意思用铁用铁砖的那个招出来的 CD 比较久所以他干嘛啦他们有有那个贵族只想钓鱼而已钓不到吧钓得到啊我看到我们的隐形兵已经出走了可以钓鱼哦对呀、啊，我要掉，我没办法按，我没办法按，我技能书消失了。给你挖，给你挖，给你挖，先挖你，先挖，我去帮他们。眼睛都亮了，可以钓鱼。可以啊，技能书，眼睛亮，可以钓鱼。我没有。挖了，抢借人家的技能书。没有技能书。我有，我有，我有。要多的技能书吗？没有。分招多的技能书不行啊，我技能放出来就没有图腾啊。可以来矿坑这里啦，我的技能书暂时用不到。哎呀！
还是音乐最好耶，音乐爸爸，音乐好爸爸，音乐好爸爸，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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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等下我身上有个绿宝石，小雨还你。好。干嘛？音乐给我输，让我又可以二了。啊啊啊！怪怪的，怪怪的，很怪哦，你们就啊。就啊，乖乖，乖乖！哇，我的裤子被吃掉啦！乖乖，乖乖，不发，不发，这有人麦一直有咕噜咕噜咕噜的声音。对啊，我也有听到。好像放烟火了，好像是敲到东西，是不是？敲到东西。哎，让我玩一下。哎，有人去完成了，我可以帮你了。本集就是你，可以帮你了。你有听到啵啵啵啵啵的声音吗？对不起，好烟火的声音。哦，你家的烟火也太多了吧？哎，等一下，等一下，我道歉。怎么了？这边，这边，这边。没有。你在干嘛？没事，没事。他的结界放在绿宝石上。你为什么要打掉？可以我只是出来看戏的。打掉就没效果了。我帮你按一下嘛。啊啊啊！好耶了耶！哎呦，你为什么叫巧克力过来杀他？我没有叫他过来说。他们在挖那个绿宝啊！哎，那破盾破盾了，我是不是只有一个人？好，我在你后面。哎，哎呦呦呦，干掉干掉干掉！失效了。地上地上有矿，地上有矿。啊，黑魔魔看不到人好多啊！地上有矿，地上有矿。我们有附魔台了吗？我要杀了！我要按了！我要按了！我按了！我快可以附30等附魔。哇！你快走！你快走！我按你啊！阿弟，你要特殊。哎，我们家左边，你的矿我会吸走的。左边吗？好。面对他们的左边哦。绕山路，绕山路。你的那个好多矿哦。什么？本地说。八六个金币。左边需要帮忙哦。本地啊，就用按键发话那个。你有看到哈？好。果冻人，果冻人，果冻人吗？哎，我好多好多黄金。果冻人，快没血了，快没血了。阿鸡掰！哎，哦，没事没事，他死了他死了。因为我现在没办法啊，我现在没办法。太多了吧！我天哪！你放了谁？你是喷了很多红石吗？对，有有有，我帮你捡回来了。OK。安娜，你死掉了！有！我死掉了！我们附魔台还在吗？黄金的，黄金的。被他收走了吗？被收走了，被收走了。哇！他在这里，他在这里。哪里？哪里？哪里？哎呦，我跟着他了，但是那个回不来了。哇！对耶。还有遗传的消息哦，我的绿宝石都不见了。哇哇哇哇！太惨了吧！超惨！我黄金先放下。哦，小雨哦。我觉得很痛苦啊！大家给我拍拍手，我有七个绿宝，我有附魔台。哇哇，最棒！最棒！家里有放那个附魔台了，而且我们家好裸露。我们家超那个，我们家没有手加，随缘，超随缘，想被挖就被挖。想来挖吗？赶快来挖哦！团团，你最重要哎！我 OK， 你先挖。我 OK， 你先开工哦。对啊。干嘛？啊！看头上了。这样。我们的黄金洞那边有一个敌人，他爬上去上面了。我们收到了，但不一定会前往。好，没关系。我把附魔台带走，在这里太危险了。是上面。噔噔噔，你们要隐形啊！5分钟的隐形哦，5分钟哦，我放家里。中午下来喽，下来喽。5分钟的隐形哦，不得了。那个人要下去喽。嗯。你听到摔落声音？哎，有啊，家里有人啊。刚刚就讲了，刚刚都讲了。我就说我有听到，想都没看到人。
啊，你被你看到你们啊？哦，是有人在挖，哎，看他挖，他怎么没有陷阱？有，左边在这里，杀掉了。哦，他隔墙挖。我想说，你知道我看到米菲在这里，然后那个前面方块就掉。我想说，米菲，你干嘛挖我们自己家核心？你要挖吗？哎呦，米菲，你见点。哎，小鸡，我们家青金石、红石。我们红石抓小鸡。对，小鸡。我给你抓小鸡。我可以去散财。小鸡。散财。来一只而已。然后去站台了，他没装哎、欸。然后走走走走走。哎，卢米还挖吗？跟着贵族一起出征，中间有人。好，出征。好，你出征，我挖。出征。征。什么？就我一个人。两个贵族出征。两个贵族。可以啊，互相开嘛。是吧？是这样的吗？我偷了。米菲，米菲，你刚刚隐形，你还有帽子哦。有。然后你副手还拿盾牌哦，左手也不能拿东西哦。被看光光啦！一个锵锵的哇，一抽就大奖了，嘿嘿。我让他背，我让他背了，让他直接走了。哎呦，对。啊，走了，不要理他。哎，注意，放过去。来哦，罪恶之眼，罪恶之眼，哇，他们的。哎，他脸红。放过去的，他更高兴来，没有人看到吗？我们刚刚有说中间有一个人过去啊。我们刚放过去啊。哎，他没有踩到我陷阱呢。喂，哎，米菲，米菲，米菲，不是，那贵族，贵族，贵族。你都不见了。我按一下，我按一下，我感觉我们没有互挖，好像没有用哎。我们两个没有用啊。哇，你们两个没有用，我们家还被挖，我们家里。哎，为什么我被看到了？你在看人家屁股的话会这样。哦，真的。这个落下去了。你有技能吗？要一个。我的技能树不见了啊！没有，我是说米菲，你有用技能吗？本机后面。那你没有隐形啊？你晚上才会隐形、啊。对啊。哇，你全身脱光光让人家看呢、欸。哇哦！我全身脱光光看，我在看一群人中间。他们想说这个变态不晓得在干嘛。我在那边晃超久的、欸。啊，有青金石吗？有家里有，家里有。哦，你不要买失明剑石啦，这个人很坏。哎呦，小心电池。好啊，去做化石。为什么放海绵啦？两颗的心，因为刚没木头。这个吸收多两颗也是不错。米菲，你又遇到人了。对，米菲拉来我这边，拉来我这边，拉来我这。你跑，好，你回去也可以，回去也可以，回去也可以。好，我要被打回去了。好，我们哎、欸，中间下面好多人哦、喔，后面有没有人？钓不到，一只鸡，再杀一下就没了。哎，哦，尖刺保护三，有没有人要？来喽！上面有人，上面有人啊！救我！是内内吗？胸甲！啊，我帮你，等一下我先啊！啊！干嘛？干嘛？干嘛？这里啊！以为你怎么了？他很舒服好吗？笑得太开心了吧？笑什么？没有，就是小那个小雨那个嘛。这里。不要再那个啊了，你会啊，不叫帮对方啊，然后小就不嘎不见了。对，哈基你更适合贵族啊，专门帮人家啊，家里家里不是有个隐形的啦，欧贝莱你下去，家里挖两只，好多人啊，一直来一直来，哎，我们家还没办法那个发光。欸、三个人呢、欸，还有一个，下面还有一个，我要去发光。我是想说东西他们会不会都偷光了没有、欸？上面这边要挖空啦，要挖空，看一下。黑熊，我们挖绿宝的是谁？小雨啊。哦，给你绿宝。天火终于停了。